第四招就是网域名称的优化，也就是 domain name 的优化。也就是说，假设你今天是 IBM 公司，我当然就是申请 IBM.com 的网址，这个就是 domain name 网域名称。那如果你是卖书的公司书店，那我的网站当然是申请 books.com.tw 或是 book.com.tw。那这就是我卖书的公司。如果这就是说domain name 的优化，就是你的网域名称直接跟你贩售的产品是相关的，而且这是有意义的英文字。那第四招，网域名称的 domain name 的优化，譬如说像 IBM， 就 IBM.com 代表 IBM 的公司，譬如说 Apple 公司，他们就是 Apple.com， 那如果是卖书的公司，他们就是 Books.com。 所以呢，这个 domain name 如果可以跟你的服务有关联，这是最好的，或者是像 IBM， 它可跟它的品牌有关系，这是最好的。譬如说麦当劳，麦当劳 .com， 这是最好的。那第四招这边的网域名称呢，我们这边也可以介绍一下。台湾比较简单买网址的网站，在 PC Home， 你只要到 PC Home 的左下角有一个买网址，我们就进去找一下 PC Home 的买网址，直接在这边购买你要的 domain name， 你自己的网域名称就可以了。